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学神 I Universe》，然后是国际服的。先来看一下公告，这个啊，激斗争以后开放，就打碎片而已。嗯，要用那个白蚁族巢穴的地图去打、哦。觉得奖励有点普通欸。然后这个是啥？全体玩家累积之后有奖励就对了。到7月23，然后期间限定能力上升嘛，登录有奖励。这个异常，上次有没有？好像上次就有了，所以这次就只有开那个以后的关卡。我打完了，其实算打完了吗？它好像没有那个通关奖励，对不对？那后面的关卡不知道有没有掉落量比较多啊？这应该没办法测试吧？我闲着没事做，把它全部克利了。应该不用每一关都打嘛，吃饱太闲才会这样。然后进去奖励应该每一关都差不多吧，我没有去比较一下。好吧。然后这个东西的话是去这个嘛，这个道具是去这个。白蚁族这边刷，就找一关比较好刷的刷嘛。哦，大家自己看要怎么刷哈。那东西我也还没换完。那两个 SS 武器上次就有了嘛。它以后开出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多新的东西哦，因为我之前就没换完。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，应该是没有。好吧，那差不多这样啊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有没有新奖池？我会不会连抽的东西都没有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抽。奖池也是旧的嘛，每日的我抽了，我还有白金票券可以抽。艾伯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抽得出来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魔改之类变限定吧，这样有点过分，希望只是运气不好还没抽出来。那个王者之剑啊，全体休克的招式，这边有的抽哈，这个慢慢抽，有点多。
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应该也没了。那这边都要花钻抽了。好吧。没有送次数啊。好，我怎么记得日服的时候偶尔会有送抽一次什么的。啊，左边这个记得解掉，这还要三天，然后这个快结束了吧，到7月6号记得解解，然后那个决斗岛啊还是什么决战岛的龙虾我抽到了一只龙虾，跟那个蓝色的应该不同只吧，蓝色龙虾的龙虾呢，诶突然找不到龙虾，我跟这只应该是不同只啊，好，那差不多这样啊。